走午门过来。今天不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吗？所以趁着这个雪景，拍拍咱们那个故宫，拍拍鼓楼，一会儿去景山，去拍这个故宫的全貌。第一场雪，正好也是看看这个整个的雪景。啊，今儿一早七点多送完孩子上学，我就过来来拍来了。我今天早上八点多过来的，期盼已久的雪吧，终于来了。因为古建白雪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今天早上特意过来，然后来拍这故宫角楼的雪景。今天非常好，我觉得今天呢，而且你看拍的人很多，大家反正都很高兴。然后我这边也挺想多拍点片是吧？很兴奋，应该瑞雪兆丰年吧。然后预计着明年应该更好。大家开开心心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